今天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来欢迎一下安阳三岔神经医院的朋友们，你们好！来自安阳新竹食品有限公司新竹基金的消费者朋友们，大家好！来自河南曙光建设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漯河的朋友们，你们好！ 河南省全顺同业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朋友们，大家好！河南汇捷管业有限公司的朋友们，你们好！河南胡龙电动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所有的热心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大家的掌声中，我们的第六场晋级赛就要开始了。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今晚的第一位选手。 我叫曲杰，是许昌工商管理学校的一名教师。我出身梨园世家，父母是当地有名的戏曲演员。从小在父母的熏陶下，就喜欢上了戏曲。但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奔波演出，很少和家人团聚，不希望我从事他们所走的路，所以我也没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梦想。 那就是重新站在本该属于我的舞台，再尽两年的学习和努力下，我报名参加了梨园春，为了我的梦想，所以今天我来了。
曲杰，今天终于登上了梨园春的舞台，我觉得今天是圆梦来了，对不对？因为在京剧的我们这个一个行当里边，梨园世家的子女非常多，因为父母有这方面的天赋，孩子就无形中从胎教中啊，从日常的生活中，他就有遗传。我觉得你刚才唱戏的时候，你唱得这么好，80%有老太太在这儿给你的神助。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永远快乐，唱得非常好，谢谢你。实际啊，我们的孝顺呢，就是要按照父母的意思，按照父母的意愿。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懂事，这只有咱张大一口，死是不活了，才能理解老母亲、老父亲真正的心。所以说，现在你这个举动，又把嘹亮的歌喉，又把洞庭的唱腔，又唱到梨园春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孝顺。曲杰，你知道吗？此时此刻，谁最想立即见到你？我的妈妈。就是在第二现场的80多岁的老母亲。曲杰，跑快一点，去给老母亲一个拥抱，好不好？好，谢谢。来，有请曲杰，谢谢。中场院了，你能把爷撩球我一桩行不行？你嘴巴了还行？我叫张国立，来自河北石家庄，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我用自己的双手和技术把美带给每一位顾客。理发是我的谋生的职业，而我最大的爱好是唱戏，唱我的家乡戏河北梆子。我开理发店第一年挣到的钱全部买了布料，自己动手裁剪成了一身身戏装，穿上它，我踏上了一个个舞台，获得了很多奖项。今天我再次披上战袍，因为我马上就要踏上梨园春的舞台。梨园春，我来了。按理说不应该绑在上面。挂甲了。看他的表演，第一个感觉反差特别大，因为在那个短片上，一个特别清秀的小伙子到舞台上就变成了华美的三圣母，
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很见功夫啊，因为你看又唱又舞的，一看也是在戏曲上下过功夫的。经常练功吗？啊，对，我呢是每天呢早上6点到8点都是我的练功时间。坚持多久了？6年了吧，有。有没有找老师给指点指点？今年才找了老师给我指点。其实这个有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练了6年功，今年又找老师指点，所以我们在河北的这个河北梆子这个票友中还是很有名的。我听说还得过这个河北梆子的十佳票友。啊，对，是的，这是对我们这下的功夫和我们在舞台上表现最好的一个鼓励了。我们看短片了，也听你朋友说你还会做戏服，专门买布料自己做。其实我知道这个戏曲的服装是很讲究的，一般的票友都会选择去专业的店里找专业的师傅做戏服。是的。 你干嘛要自己做呀？因为我想省点钱，然后自己做的服装是不如那个买的好看，但是我最多的心愿就是能省一点钱。省钱，省点钱，准备做什么？有什么打算呢？我家里有个那个生病的哥哥，半年前是那个尿毒症晚期，然后我现在把所有的资金呀、啊，还有全部的挣的钱都给我哥哥看病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就是早上6点8点去练功，然后就是在理发店里剪头发，然后挣的钱就拿到医院里去给哥哥治病。你29岁了，有女朋友吗？他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呀？有女朋友，但是在半年以前吧，然后我们俩分手了，是我提出来的。你提出来的，为什么呢？对，是因为他家的条件是挺好的，但是我因为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因为我哥哥，我怕他以后真的没有了的话，我要帮助我妈妈，因为我家是比较特殊的，我父亲早就几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我哥哥也离婚了，然后就是剩下一个侄子还有妈妈，我一定得养他们。后来我就是怕给不了这个女孩的幸福，然后就分手了，我提出来的。我觉得也是很对不起这个女孩，他们家还有包括他都是对我特别好的，我非常的感谢他。真是没想到哈，这个轻轻瘦瘦的一个小伙子含着这么大的一个能量。我记得那个《弟子规》的开篇就是这么写的，叫首孝悌，次谨信。那个孝呢是孝敬的孝，悌呢就是指的这个兄弟手足之情。所以你看在咱们中华美德中，手足之情和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而这两点你都做到了。哎呀，真是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掌声给他加加油好不好？好样的，小伙子。你的事迹本身让我很感动，刚才也听到了你的家里的一些事情，我就突然想到我经常在心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迷恋那方舞台，不仅仅因为它有鲜花和掌声，更因为在那里洒落了太多的汗水和泪水，便在那里生了根，留了魂。这句话同样送给你。那作为一个业余选手，你能把这段戏演成这个样子，你流了多少汗水泪水，我是可以想象的。感谢你，你的精神特别的好。好，那我们再说戏啊。这个戏是我的老师齐花谭老师的代表作，载歌载舞是很难的，我没有想到你拿这一段，而且没想到你把这段截成这样，这么不露彩的这么难的一段你把它拿出来了，其实我很担心的啊。我特别强调，我们无论唱什么剧种，我们的喉头要松弛，再松弛，再松弛，以至于你自己都感觉不到喉头在唱。做神仙不合适，把喉头松弛到这样程度，高音。几两
牵扯到一个高音和中音的转换，它的转换要非常的自如，这样你的唱功就到家了。其实刚才表现还是不错的哈。那绸子，我上去给你说绸子好不好？我觉得冯丽今天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这么酷爱啊，已经很难得了。还有你的生活履历让我很敬佩你。你跟女朋友分手了呢，也许有一个更好的女朋友在等着你。有的时候呢，放手也是爱，真的我很理解你。关于这个我特别想说一句，我告诉你一句话，缘分遇见就要珍惜。我想说一点真心的话，实际你现在已经有两样记忆了，一个是你的剪头发理发师，我觉得戏曲是另外一个记忆。戏曲我们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理想，我们把它当成生活当中的快乐。但是赚钱养家，你是男子汉，你要担当起这个家的责任。我再补充一下范军老师说的，他说的是让你抓紧挣钱，是要努力的把生活先过好，但是不是说你把它扔掉，要长在身上啊。谢谢郭德林老师，但是我觉得戏曲现在是还有挣钱还有戏曲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就是觉得就是不娶媳妇儿我也要唱戏。我们大家都祝福你。都是太失败了，一般吧，舞台不太适应。我叫梁平，来自洛阳，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副总。因为我妈喜欢听戏，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我就开始学唱戏。谁知道一唱戏我就爱上戏，因为戏我认识了好多朋友，同时我也特别喜欢参加公益活动，只要是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都愿意做。我觉着女人一定要有自信才能活出自己的风采，所以我报名参加了梨园春。Jeez.
文章，把人头挂在白石。出不来，我很着急。今天呢，就是呢，把这个调呢，然后抬高了一个调，说呢，听到他这个嗓子出来了，感觉今天唱的还是不错的。刚才你看，短短的一分多钟啊，不到两分钟时间，你的唱腔、你的表演、你对人物的理解，并且特别是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你泪都下来了，我都看到了。所以说，非常尽情，非常有深度。这是非常难得的，就专业演员能达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难的，所以说你已经从这业余的一个角度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了。谢谢，我认为谢谢，我觉得很难得，梁平，你得到了杨帅学评委的这样一种评价哈。杨帅学评委曲剧的名丑啊，曲剧当中的第一朵梅花奖的获得者，所以说你得到他的这样一个评价，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光说不请，这样好不好，我们请杨帅学评委示范着唱一段好不好。黑窝窝不如白脸磨，老粗布不如丝绸罗，一个人可不如那俩人过，大光棍不如有个老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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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时我恨你女人，有时我也想老婆，浑身无气力，懒得去干活，不吃也不饿，不喝也不渴，哎呀呀，离开了女人就真难活啊！好不好？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就这还身体状态不佳呢，就是。对呀，这个好演员就这样的，你看。好演员，泪也出来了，泪也出来了，就这么一小段，泪都出来了。谢谢谢谢，这是示范性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杨帅学评委，谢谢谢谢。我一直被丁帅学老师的表演吸引，您太像那人物了。本色表演，本色。而且他唱词里有“我恨女人”的时候，他就盯着我说。早知道我把您也给拉上舞台了，是吧？他表演得更好。他唱那时候我就想，我怎么得罪他？怎么这句一定要他不指他，他指我？帅学，你为什么指桂娟评委？你指范娟儿。对呀、啊。我恨女人，你要指他。啊。他看见这个李胡子看见长得漂亮的女人都要恨。哦，原来是这样。我就看过卷席筒，但是刚才啊，帅学老师刚才那个唱，我俩刚才还在讨论，意犹未尽的。他的那个眼神，那个感觉，那个腿弯着，那个驼着背，而且那个猥琐的样儿，我天哪！而且啊，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大家说，他是视像具体，
他说恨女人，他就恨那个女人。所以说这是一个窍门。就是我们业余演员好多时候说的，哎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哭不出来呀，这个时候我怎么笑不出来呀，就是没有具体。刚才您表现得特别好，您上来以后在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声泪俱下，而且感觉特别好，给我的感觉就是感染力不够，你自己哭了，但是对我们的感染力不够。刚才呢，咱就说这个帅学老师上去这两下子，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太猥琐了，不是，他那个感觉那么细腻，就是那么真实，真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而且戏曲的魅力，我就想，你让我演这个，我怎么演？我们每个演员都是这样的，如果看到一个好演员在上面演这个戏，如果让我演我会怎样演，我就想，我经过我的几段台词，根据他的，我设计出一个什么形象，设计出我的这个经历，我是干什么来的，我要在这干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干。我一想，哎呀，他都表演到极致了。所以说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也要这样，就是您是旦角了，当然了，刚才您唱的戏那么好，我就要学习那些老师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细致入微的，转到我身上怎么化作自己。人人都演哈姆雷特，没有一个同样的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特色。所以说我们共勉，我觉得你唱曲剧唱得非常好啊，舞台上那个表现力啊，但你生活当中你往哪一站，你也有那嗲嗲那个劲儿，还有点小女人那个味儿，是吧？这实际啊，你很幸福。为什么？老公你走到哪儿跟跟屁虫一样的，你去哪儿他去哪儿。你看刚才一说别说他，你身上有个劲儿，这个劲儿就是给你长期是两股劲儿，长期你很有爆发力。刚才一吃饭，是的，别说他了，你他没来，这个劲儿还真不好拿，你知道？这个真是啊，实际这是幸福的一种感觉，就一说话黏黏糊糊的。你真的挺不赖的，挺有颇有点专业的味道啊，举手投足啊，声情并茂啊，声音甜美，很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来。由福森亚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13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第六场晋级赛的现场，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下一位选手。我和他都来自安徽淮北，因为对琴书的爱使我们走到一起。在琴书艺术上，他是老师，他是学生，生活中他是我的好帮手，他是我的贤内助，我们一起携手走到现在。马上呢就要登上梨园春的舞台，把琴书艺术的魅力展现给大家，我们非常期待。跟着他的女婿，哎，
绳当嫁衣，路上有人要是把你问，你千万可别说咱是夫妻，你要说咱是那小两口，咱年轻轻的可是怪臊的。那我说啥呀？路上有人要是把你问，你就说小外甥难受没爱意。学生问情可不高兴，你说出这话不规矩，路上有人把我问，我也不说咱是夫妻，我要说咱是那小两口。王颖和他的对象俩人唱的这段叫琴书，叫小两口吵嘴，但是我们看的听的就俩字儿，甜蜜。琴书我看在那个片子上说是跟他学的，对，我唱的琴书都是他教的啊，一个字儿一个字教的，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在那儿呢，老师那才是老师，郭冬临老师。哦，郭冬临老师是老师。嗯啊，怎么讲啊？我是他的忠实粉丝。哦，粉丝。您要是郭老师的这超级粉丝，那郭老师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哎呦去，怎么说？因为呢，我从小就是看着郭老师的这小品相声长大的啊。刚才你们俩在上面一敲琴一唱，我就仿佛回到了儿时。因为我呀，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声中长大的，我妈妈是唱徐州琴书，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妈妈大部分时间是坐在椅子上，把琴放在桌子上，在家练嘛，我就在琴旁边跑。所以说呢，当你们这个腔调一起来，就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所以说呢，特别感谢你们，郭老师。刚才人家说这说您是老师，他说从小都看着您的节目长大，您是他的一部分。今天您再发挥一下这一部分的光和热，现场给我们两位年轻人口传面授一段好不好？因为徐州琴书和你的表现方式还不太一样，他借鉴了好多别的曲种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唱一小段啊。雪地下躺着沉重的大铁镣的立根笼，任你把皮鞭举得高的立根笼，你们要的自白鼠是永远也得不到的立根笼，哪怕是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的立根当个立根笼根笼。我们所说的就是具象，你要唱什么，你就那个形象就要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是你这三个人物一定要分清楚，因为曲艺靠的就是你这个眼睛。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上戏剧学院的时候，老师说惊讶和恐惧你要在一个眼神当中区分开。我们让王宇现在先来个惊讶的表情来，眼睛只是眼睛。哇哦！恐惧。郭老师，您来让他看看应该是什么样的。惊讶，记住哈，惊讶和恐惧最区分的就是眼睛往下一耷了。惊讶。哇哦！恐惧。往下一耷，就是恐惧、喜悦和欢乐。就差一点儿，
欢乐和喜悦，你自己想，我做和你做是完全两码事，每男的女的都不一样，你就要自己要在这些方面再练你的眼神，你在表演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谢谢郭老师。行中有情啊，要眼中有人有物。你们俩除了会唱情书，我听说了啊，说多才多艺，还会什么呀？最爱的就是咱们的河南戏啊。河南戏也能唱，能唱什么呀？对，我师傅啊，唱咱们河南的豫剧、曲剧，唱反串儿。啊，反串儿？你反串什么呀？小格儿。啊，反串老太太是吧？啊，那他你唱什么呢？他也唱反串。他也反串？嗯。这么漂亮的丫头反串什么？那你猜一下他唱什么？小生。不是。赶不起也是老太太。那反串什么呀？给他露两句。甜甜蜜蜜啊，像并蒂莲一样。今天一看，俩人都唱反串，都是奇葩呀！哎，要说这个唱河南戏啊，你看现场，范军评委，你熟吗？我最喜欢就是最喜欢的就是范军，他也是我的超级偶像。啊，你就是两部分，给他一半，给我一半，分完得了。范军老师，我想和你近距离接触一下，好不好？那咱俩来一段。对，一定要来一段。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我们听说今天范军老师要来做评委，这我师傅啊一夜都没睡着觉。您要再不上来的话，我都怕他憋出毛病来。他是你师傅，是你老公啊？一会儿师傅，一会儿老公，我都弄懵了。师傅老公啊，是什么？我豁出去了，我跟你说。唱什么？你来一段皇上的。来段什么？你当皇上吗？不是。那我演皇上，你演太监。我演皇上，你皇上还有国母呢，这一对的。国母。嗯。谁演国母呀？他演国母合适。谁演？你演国母。不知道大家想。你演国母，他演国干。国什么？我演。算了，反正国母寒碜点儿。Yeah.
那个嗨嗨呀嗨，见人头满心欢喜呀，一殿上才把他官职来提，这不就这吧，往下去谁掉了哎呀，亲爱的，你发挥得太好了。我是山东泰安人，在泰山脚下长大的。我今年呢67岁了，平生有两大爱好，一个大家都看到了就是画画，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唱戏。很多人都很奇怪，我一个山东人为什么要唱河南豫剧呢？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乡就有一个山东梆子剧团，我就是听着戏长大的。这山东梆子给河南豫剧非常的相似。后来到了北京呢，我听到了豫剧，就一下子爱上了它。这也是乡音乡情，不管是画画还是工作，我都该哼上几句，唱上两嗓子。慢慢的，我就找到了一大批戏剧爱好者，每一个周末聚在一起说戏唱戏，心里都是暖洋洋的。我的儿子一家都在老家工作，他们一直也想让我回去，说呢我应该回家乡，可是我舍不得我一起唱戏的朋友。其实家乡呢就在我天天唱的豫剧上面，我爱家乡，所以我爱唱戏。看码头好气派，今天列队张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好，谢谢谢谢朱喜江先生啊！啊，我觉得呀，你今天一定要用山东话呀和我们大家聊聊天儿，因为什么呢？你看你有老乡在座呀。哦，郭冬临评委，老乡。哦，老乡，老乡了。用山东话讲一讲。哎，我服啊！哎，我服，我可以服个事啊！昨天晚上我这个吃了一颗葱，哎，还啃了两瓣的酸，还喝了两碗糊涂，哎，我出去这闲着没事在街上孤居了一会儿，起来一个黑饿狼蛋把我绊了个锅篓子，哎，可的我这疙瘩背都生疼，我起来陪他陪他呢，哎，没事。
还没说我假期都睡觉了。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山东话有意思。我是山东烟台的。哎呦，你是烟台人啊？对对。哎呀，胶东话烟台人。对，我们那儿就说这山东话也特别逗。我魏金安也是烟台地区的，他是黄县，他离我们家也就是30公里，30公里就不一样。就说烟台吧，我们那儿的人管烟台叫烟台，烟台哈。他说呢，烟台。哦，这样的。山东要不来段快书什么的？你看老乡今天是吧？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就这个板儿啊，我们从小就练。这儿必须要有桨子，要有桨子呢，就说明你这个板儿练好了。我爸爸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你这个有桨子了，你就练好了。我就自己没事在这儿，最后也没练好。说了一个小孩叫小花，他妈让他学文化。第一天老师教了3个字，你我他。老师说，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他是你的女同学，记住了吗？记住了。小花回到家，他爸一见就问他，小花今天学的啥？你我他。给爸爸解释一下，你是我学生，我是你老师，他是你的女同学，女同学指的是他妈。混账！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他是你妈妈，记住了吗？记住了。第二天，小花去上学，老师一见就问他：“小花，昨天学的啥？”“你我他。”给老师解释一下，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他一直旁边的女同学，他是你妈妈。好玩儿，哎，这山东快书好玩是吧？太棒了，真没想到。我觉得您在画画跟这个唱戏，这都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事儿，也是练气功一样。那您就更长寿了，您坚持唱下去，特别特别好听啊！就是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就像您这个状态，从容、淡定、悠闲，就是艺术家的状态。祝您越来越好！谢谢。我为了表达对李元春的喜爱，我画了一张那个泰山的烂胜图，我送给敬爱的这个李元春。我叫齐素娟，是河南驻马店人，今年49岁，我在北京已经10多年了。大概10年前，我开始患上头疼了，一阵阵的疼痛，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香。工作也没有精力了，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医生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我爱唱戏。医生很高兴，让我试着每天都唱戏。就这样，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唱戏，心情不好的时候唱戏，有空闲的时候唱戏，忙里偷闲的时候也唱戏。没想到只要咱们唱戏，我就神清气爽，说不出的快乐。这个头疼的抑郁症真的对我唱好了。我现在已经当奶奶了，一家10口人，祖孙三代都在北京。老祖宗留下的玩意真是好啊，我要教给我的孙子，让他们也要学会唱戏，让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加油！加油！加油！
到你放出其实在梨园春的舞台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戏迷有像这个淑娟大姐那样的感受，说是这个唱戏啊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淑娟大姐说唱戏让她治好了抑郁症，其实呢治好抑郁症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她有一个特别和谐美好的大家庭，是吧？是有个和谐的家庭。我儿子儿媳妇一家十口人都特别和谐的。所以今天来打擂，这个也派了家属代表来现场给大姐助阵。来，我们是来有请我们的儿子、老公、孙子。儿子、老公、孙子。这个大姐，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个是我老公，这个是儿子，这个是孙子。哎，大家发现没有，他们一家长得特别像。我还有个哥哥，跟我爸长得更像，更分不出来。那个，我问问那个大哥，那你有没有这样经常带着你大儿子出去的时候，人家也像我们一样，哎呦，不敢张嘴叫？有时候出去就是在一块儿出去玩，就是有的说就是，你们两个是兄弟两个吗？我带着老公一块儿出去了，我们的戏友说你爸爸怎么过来啊，我老公反而就说我就是爸爸。特别像是吧，啊，就是像。哎，大姐你看那个评委席哈，你那个认识范军吗？我认识啊。我经常呢在北京出去的时间，那个大伙都问我，范军是不是你弟弟啊？我说是，他是我表弟。我说，这三个站到一块真分不清了，到底也不知道谁是谁了，啥亲戚，啥路数也说不清了。这个我今天是评委，我跟你绝对没亲戚，我得澄清一下，要一会儿咱一搭坟的，你说。哎，你没发现那个大姐长得像一个人，有点像那个高秀敏演那个小品那个，有人说你像吗？是。我出去的时间都问我在北京，高秀敏是不是你姐姐啊？我说是，她是我表姐。范军是表弟，高秀敏是表姐。特别替你高兴，大姐也治好了抑郁症，多长喜！我觉得你再放开点，我觉得你应该人啊，应该把双浪的小绳带到生活里边，嘎嘎嘎嘎嘎，熟悉了就笑。是吧，你再舒展一点，把心境再舒展一点。你给范云笑一个，就像他说那样。乖乖，老鸨姐姐，这是老鸨姐姐。好，你可半夜半就这笑啊，你半夜你笑让俺姐夫受不了，那不得儿从床上都掉下来了。哎，你发现哈，就他们两口啊长得都特别像，是不是？是。我们一块儿出差的时间，宾馆里问哪个是弟弟，哪个是妹妹啊，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姐姐啊？我说我是姐姐，他是弟弟。哎呀，那家的事儿太乱了。大姐呢今天唱的真的挺好的，我最开心就是她能通过唱戏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呀。我们任何事情也没有身体重要，你这既能治病还能练唱，这一举两得。所以呢，虽然儿子长得着急了点儿，爸爸长得不着急了点儿，家里环境稍微乱了点儿，但是他和谐呀，也符合我们现在和谐社会。所以如果说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的话，你们在梨园春舞台上就是一个特别圆满的和谐家庭。是邻居说，人家都是五号家庭，你们家是六号家庭，比人家还多一号呢。这大姐这唱啊，就一个字，爽，真爽，太爽了，希望您的生活也这么的爽。我想你提一个建议，就是你那个尾音能不能再拉长一点，这个包公这个气度，他的尾音再带一些会更好。好，谢谢谢谢。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是唱老鸨的，然后呢，我听我范军老师唱我一个那个大花轿呗，叫做那个老鸨的声音，我想请那个什么范老师给我合作一下，谢谢范老师。抱一抱，抱着那个妹妹上花轿。
妹妹笑活活。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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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活活。他们一家人，一家现在多少口人？我们说说。我们家十口人。啊。嗯。啊，都在一块儿。那你得给我们传授传授这个十口人，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再加上孙子辈儿，总共十口人在一起生活，能够这么和谐，有什么高招？没有什么高招，儿子儿媳妇孝顺，好领导呗，这就是我的福。娘好，哥也好，我妈也好，都好，所以。哎，其实呢，要想这个夫妻之间呢，亲人之间啊，能够在一起和和睦睦，其实大姐告诉我们方法很简单，待人如待己。我们送给这个和谐的家庭，祝愿我们的大姐的家庭，也祝愿我们所有人的家庭都能够和和美美啊！来，祝福大姐。啊，谢谢呢，谢谢呢。啊，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我感到很幸福。只有家庭和谐，才能社会更和谐。欢迎大家回到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13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第六场晋级赛的现场。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哎，我们要感谢一下现场所有观众朋友送上的热情。接下来有一份礼物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抽取现场的幸运观众。来，大屏幕转起来。3、2、1，停。36号，我们所有五排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幸运观众，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揭晓我们今天的排名。欢迎大家回到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13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第六场晋级赛的现场。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好了，我们的六位选手都已经现场展示完毕，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期待着他们的分数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来，掌声再次欢迎我们的六位选手回到舞台上来。请大家做好准备，根据这六位选手今晚的表现为他们打分。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观众打分之后的排名。今天观众最高分打的是362分，啊，最低分打的是308分，相差不大。接下来每一位评委的投票决定着我们各位选手排名的走向，我们一起来看。好，和往常一样，哎，我们邀请了两位幸运的观众和我一起来见证每一位评委他们的投票情况。好，我们一起来看好吗，亲爱的朋友们。杨帅学评委他的选择是这个选手，他的唱腔、他的表演和他对任务的理解，他投入的感情都非常到位，已经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彭慧恒评委他的选择是戏曲是一个综合艺术，他表现的是唱念做打舞收眼身法步，我觉得这个选手比较好的展示了他综合艺术的才能和技能。好，刘桂娟评委他的选择是这个选手气如洪钟，体态淡定，并且他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这是我最喜欢他的。范军评委他的选择是唱腔人物把握都非常的准确到位，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所以说我看到他的执着，我把这一票都给他。郭冬临评委他的选择是我觉得他唱腔优美，表演特别自信，我把我这一票投给他。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观众打分和评委打分叠加之后最终的排名情况。好了，我们首先将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今晚的第六名。第六名，
会是谁呢？我拿到最后一名，我感到也挺高兴。第六吧，就在猜你。第六名他是朱喜佳。第五名的选手他是，我第五名都达到理想了，都很满足了。一起来看王颖第五名，我们一起来公布第四名的选手，他是曲杰，祝贺曲杰。第三名的选手会是谁呢？一起来看戚淑娟。没有读到名字的两位请上前一步。来，向前一步。第一名就要在你们两人产生了，先问问我们的国力。真的很紧张，感觉今天自己没有发挥的太好，因为可能是因为地板的过有点太滑了，所以说没有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有点遗憾，可能是这位大姐胜出吧。觉得自己有点遗憾，可能是大姐。那梁平大姐呢？你也来预测一下，就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第一，有第二，这个第一会是谁？我感觉我还可以，但是我的小弟弟，也行吧。我不错，弟弟也行。我们听出了点味道哈、听出了几分自信是吧？是吧？观众朋友觉得呢？我们大家国力的，同意国力的，觉得国力会得第一名的，来支持国力的，来来举手，有支持国力的举手，我们来看看会有多少。好了，有不少的观众，有不少的观众。支持梁平的呢？支持梁平的有多少？支持梁平的也不少。好，这样哈、也有不少。来，我们接下来揭晓今晚的冠军，荣获2013梨园春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第六场晋级赛第一名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2013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第六场晋级赛的现场，我们的节目也得到了金星新一代的大力支持。来，我们接下来揭晓今晚的冠军，荣获2013梨园春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第六场晋级赛第一名的是，第一名的是，恭喜梁平，恭喜梁平，当然也要恭喜国力。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评委。请各位评审公布一下你们的选择。梁平。张国力。娟儿姐。冠军评委梁平。郭冬临评委，我也选择梁平。梁平，祝贺你，祝贺梁平，请分享得胜组。好了，我们听到了梁平非常有力量的鼓声，谢谢梁平，谢谢朋友们。其他五位选手的名单我们将公布在梨园春的官方网站上，喜欢他们就为他们投票吧，也许您这一票可以帮助他们重返梨园春的舞台。好了，到这里我们雷响中国2013年度全国戏迷擂台赛的第六场比赛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同样值得您期待，下周再见。